是我近期，在我们家那几位长辈面前啊，当个乖巧的儿媳妇是没有用的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哇，天哪，你的衣帽竟然好贵气啊！刘英，哎，嗯，这什么呀？送你的新婚礼物啊！你婚礼我都没来得及去，准备好久了，一直没机会给你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拿到律师资格证，我都没送你，你家人那么客气干嘛？你看看你喜不喜欢？ 哎，或者你不喜欢，我这儿还有好多其他的，你自己看看，你随便挑，喜欢哪个都行。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。没事，哎，我正好明天有个活动，我想选几件衣服，你一会儿帮我参考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随便看啊。哇，谢谢周星。哎，周星，你也买了一个玉镯子啊？我怎么会买玉镯子呀？那是骂送的。哎，你懂玉吗？ 妈也没给我证书，我也看不懂。嗯，你喜欢这个？哎，婆婆也送了我一个玉镯子。你这镯子什么时候拿到的？也没多久啊，就你结婚之前吧，我拿到律师资格证的时候，慢慢拿来送我的。嗯，那我挑衣服了。周星，我能看一下这镯子吗？你随便看。我这屋子里啊，只要你喜欢的，都送你。